恐龙特展太拟真，小孩吓哭清窜。到这边来。恐龙大举入侵台中世贸，两位正妹拉台气势，他们对恐龙好热情，对上古展斋却是另一面。好，这边 OK。那很紧张哎，对，我们抬头在怎么抬头？难道宠物也有作用啊？哎呦，不要这样，正妹也是很认真工作的，他们一下调戏恐龙，一下又惊声尖叫。嘿嘿，开玩笑的啦，其实这些恐龙超逼真，还有两只会在会场跑来跑去，真的吓到不少小朋友了。展场内容丰富，除了迅猛龙、雷龙等各式恐龙外，还有超级大蝗虫，以及被正妹伤透了心的上古仔仔，欢迎大家来现场替他疗伤哦。